新年伊始，人气天团 TFBOYS 便移师深圳，来到位于东莞的步步高大本营，以步步高家教及首席体验师的身份进行了参观和体验。整个大本营是音色不同，人声鼎沸，只为一睹三小只的风采。一进入步步高公司的历史陈列馆，他们就被墙上步步高历年来的王牌产品所吸引，对于陈列出的各类家教机也是充满了好奇。收起玩心，一步步步高家教机内容资源工作室，三小只立马变得更加认真起来。对于复杂的各项数据，他们是虚心求教，认真听讲。面对庞大的数字，三小只虽然只知皮毛，但仍旧感到相当震撼。而这次参观大本营 TFBOYS 可不是只做做样子，随后他们便来到了机器生产无尘车间，穿上防静电服，亲手完成了步步高家教机的最后制作工序，并签名留念作为礼物送给一路支持他们的四叶草。